我去拿一下那个平板。超美的，我吓到，有吓到。嗯，为什么我的平板 YouTube 是没有问题的？然后大家的好像都有问题，我手机的也是有问题。什么头贴好看且专情的露露啊，好笑，都这样。你们看，虽然它已经被加了芝麻粉，但是我一定要给你们看我做的。等一下，头发，我做的鲜奶玛吉，所以它已经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它有点硬，不是硬掉，就是不 Q。我自己做的，好酷，嗯哼，晚上好。有平板的是没问题的，赞哦！那还有我的晚餐，好像酷派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一看就看出来是你。呀，这边可能不知道什么卡住。啊、哦，好美哦，真的好漂亮哦，谢谢阿 K 啦。早安，我刚有发文哦。喜欢火锅那种，那是被偷拍的。晚上好。找歌，因为我需要编舞。揭开威士忌之谜，如何2.81蒸馏工艺成就醇厚风味？邀您一同探索木盒单一麦芽威士忌。好饿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边舞边到头晕，因为我在甩头发，一直在甩头，然后就直接站起来讲，等一下，大家等我一下，不要动。然后老师今天教女舞，然后我的膝盖真的是超痛，疯掉了。
觉得你女儿照片，我女儿，我看起来好蠢，什么意思？买和联电品空调，享好礼五选一，最高折抵5000元，要买要快！谢谢露露，六年级什么意思啊？好意思说呀？不要吵了，小崔。对啊，不能吗？不能叫小崔啊。什么意思嘛你们？不行叫小崔，小崔崔。小崔，你主管叫了，我管你，我要叫小崔崔。这小仓嘛，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哦。是吧？忘记主题了。看我做的
鲜奶麻吉，所以它已经被加分，而且很简单就可以做。然后快问快答，我已经录完了，还在剪，还有一段时间。等他出镜，拜拜。好多事要处理。林佳妮同学，干嘛？谢谢。可是我不会念日文的，怎么办？哦，谢谢罗子一笑。你在找教主了？可以，哎，你有采购嘞，小易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啥人？怎样？你只有红光，你不要讲话，好坏，就只有那个谁，神华不可以讲话而已。地图一看，怎样？觉得我妈很可爱，监控第一百场。转啊转啊都转啊，反正他也要有。很感想，你的礼物啊，好吗？爱你一秒一秒。嘴巴好酸啊。八十八次，没有，那是因为之前一直断掉重开的关系吧。你跟第一百场，你妈直播什么时候？我帮你找。他通常都12点播，但不太一定。你要算你几万粉了，反正你还是逃脱不了我啊。礼拜三、礼拜四12点，好，有人帮你找到了，淘宝。
头你丢了，睡吧。Trouble， 所以我就没有想过。都是适合编舞的啊，有活力的那种。不要吃土，芝麻，芝麻好吃。芝麻真的超好吃。
你的照片好可爱啊、喔！不是一直都是吗？没有。我不知道怎么这块卡住，卡色跟颜色，我擦掉看看。咦？怎么咦？可是我这边有长一颗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像疱疹那样，但不是疱疹。本人跟照片一样就好，怎样啦？本人不好看吗？你敢说我不好看吗？怎样咬咬死皮？不敢，对不对？好难哦，真好白。不然好看，只看我这鬼。比较差，你们推荐我几首英文歌好不好？哎，我要当个可爱女娃都不行。可以呀、啊，你可以当住在监狱的你吧。是一样的。你才不要！没有，其实没有脸，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遮起来，因为我头发那时候掉成这样子。我整个把脸挡住了。Fun makes you beautiful， 小星星。还是这好？怎样？谁跟你在一起？哦，这首。晚上好。我只要变一分钟就够了。起司肉干为什么会哦？谢仁豪。而且我 那天真的是下意识的就把他的帽子抓住了，我更没知觉，我就以为是贝贝在睡觉的时候，那时候那天真的超累。谢鳄鱼追踪，这什么东西？不是这个。Oh, we do do, we do get you, we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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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
陪你去吃烤肉，真假的？吃那么贵啊？你要跟我一起去烤肉吗？可以抓你的手吗？为什么要抓你的手？被抓住就真的逃脱不了了。请我吃，哎呦，生日餐是否？嗨，超哥，你想被抓？我差点按错东西。你伸手，好呀，你惨嘞！我再去探病，我帮你煮鱼汤，好吧？我没有煮过。谢谢小星星。有空带我飞，飞去哪？你可以去马提尼。再说，可以去吃烤，可以去马丘吃烤肉，吃 Friday。你们不是才刚吃完？不是说天天请客？天怎么可能请客？天天拜托请客，都尾牙了，你还不请客吗？好像不错，元旦请我吃生日餐，说好的请客呢？人好说还要请客，还要吃，请大家吃海底捞，还要请大家吃五星级，等你，我等你给红包。谢人好，杨修说要请我们吃蛋糕。不要造谣，我没有造谣啊，你说实话而已。要拿家伙挑，等一下来查查最贵的。我现在录影，录那个画面。妈妈妈妈妈耶！你的话可以。你同学生日要请海底捞，我还没吃过海底捞，其实。我只很怕那个甩面，我绝对不会让他甩面的。录画面做啥？要编舞，然后要先给大家看说要什么歌。晚安，笑笑，你不要推别人啊！你都推别人。
笑什么笑？我知道啊，我只是想跟你讲说，再推别人我就要生气，没有开玩笑的。耳朵好痒。先到十点。就六个，你不三九推吗？欢迎 Tiffany Chu。什么谣言？没有，认真的。好了，拜拜拜拜，下次跟你玩。什么？哦，对耶，我在加热汤，结果忘记了。下一代的姿势。太久了。Just dance.
它其实是我上次没有吃完的火锅。不知道你们有发现，我都很喜欢拿搅拌棒搅拌吃饭，很爽。只有眼睛大一点而已。想想，今天有到第四次。好的，怎么可以痛成这样？你就嘴巴真麻醉，好痛起来，好痛啊！流血，我眼泪快飙出来，真的太痛了。好笑，好不容易，可又吸不到血，好笨，好白痴。忘记改名，哇哦，哇哦，你们要看那个伤口吗？有人敢看伤口啊？先闪了，就这样子，然后闪了。怕的先闭上眼睛，他没有很恶心，谢谢下心，好痛，然后第四次我刚才讲完，好痛，我得手上油。这是先断掉我的嘴巴，我不知道，我今天中午也是一直咬到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中午咬到三次，然后刚咬第四次，好痛。然后什么减肥计划，我觉得我今天活动量很够。
今天跳女舞真的是千死万。看我现在不敢咬东西，我这样子咬。Sugar 不好编吧？我刚刚咬到舌头。放书本。很有缘。我没有想在这种事上有缘，好痛苦。为什么一直剪不好？谁想要咬到？真的很痛，而且它就会整个这样肿起来。咬到第一次就有点，我之前有一次咬到啊，然后这边是这边，然后它就肿一块，然后肿了大概两三个月，然后就是一个硬块这样子。哎，我的平板不听使唤。天天来了，平板赖吗？有啊，天。我哪有乱源？乱源是那个人好，是人好，你去找人好。
都任豪的错，是任豪逼我讲的，以为是我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没钱的、啊。再啊，谢谢你。你看看任豪都这样欺负我。哥，你说刚刚有在尖叫是吗？等一下，2、4、6、7，为什么7个？哦，了解。播多久？到10点。成员的话要相信，是不是？有点障碍。那是什么？明天、啊？什么树大头？你今天没讲到什么话？我今天没有讲到什么话吗？我讲蛮多的，其实有吧。只想说一句，你好可爱。月亮喂，人好出镜，他们抢的。超脏，超脏！你知道我刚刚前面都没有吃东西吗？我在直播前都没有吃东西。哦，最近真的变胖一点。为什么不吃？我就说我在编舞，我可以跳给你们看，等我东西传完。只是快点睡，没关系，我没有那么早睡。念到十，太想要忏悔，之后一定有机会啊，不用害怕。不要吵啦，呵呵。有没有菜啊？想吃菜。然后那个舞，但我没有办法真的跳出来，因为这边真的太小，还要一直跪地板。
然后我的腰真的超痛。什么？算了，剩下的就让我明天中餐好了。好。好吧，不好意思，你就再不来啊，讨厌鬼，没关系啊，你还是有来就好。哎，喷出去，人好都怪怪的，不要理人好，萌新来都被你吓死。是鹿，大家一定要买，我真的很喜欢那一件，而且是我是临时被改成那一件，因为我在帮他们试穿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穿这件比较好看。我能偷偷跟你们讲，那是露腿神器，那件真是露腿神器，不是我在说。圣诞鹿，妈妈是圣诞树，我是圣诞鹿，耶、yeah! ！不要吵。什么撅手全身？没有什么意思吧？大家吃好了没？很久。好了，剩下吃不完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有三十岁的人没有坏，童心未泯，懂吗？你的心语，圣诞月哎，未泯，口语化一点，我不想要咬文嚼字。好，剩下就当午餐，好饱哦，好饱哦，哦哦，好饱哦。去后面，其他是今天搬到胶囊，我自己有改变。为什么滑上去？我每次都会滑上去啊！你傻了吗，小孩子？哎，你脑袋还是个小孩子啊？怎么这样呢？好饱。妈妈，
妈妈安尼袂赢。这边要整跪下去。犒劳一次，怎么样吧？太急了，为什么那么大件？就XXXL嘛，我记得。我有穿扣子，是XX吧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才摔死！看这XL XL。是闭嘴。所以说，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讲的吗？而且这是已经要睡觉了。没有，这就是剩下的，你懂吗？第二草莓吃吗？吃完了。跳错嘞，马上跳错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首，就是我们 B 老师。甩到头晕，超好笑。哎，最终回的运动会花絮出来了，打咩？你才打咩嘞？看我，音量高了，对不起。好呆，这样呆，我给你看，这样超好笑，就看会盯着刘海的这边。
就可以。为什么说直接变成斗鸡眼很厉害啊？直接变斗鸡眼没有什么难的吧？就这样，虽然我斗鸡眼没有到很斗，就是。很难吧？很简单。很尴尬的事情，结果你的圣诞的还没业配，什么意思？我有 po 文啊， po 现实，只是我没有 po 在贴文。哦，天哪，这个什么回事啊？算了，因为它长很，对啊，长很快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？因为指甲脸型哦，我真的之前我也是这样一直玩，然后到后面会变，是现实啊，对啊。手没看到照片，你都不关注我，没有啦，我知道你会回。小宝，好了，我快念宝了。有很多行动，有啊，大家都会回。是我今天发的废文，昨天拍的。我都要拍一堆，然后放在我的相簿里面，很好笑。小宝是真的，我刚跳完的时候，我的刘海是一根一根的，真的太湿，流汗。我们是很长的吗？没有，那天原本是就是我早上是公司的练习，然后练习完我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要去学校的练习，但是就是在那附近这样，也不是说在那附近，反正就是比较快。那我就他就说，那你没事的话，那天我刚好要在家里等等人来装数据机这样子，然后可以去找他，然后顺便睡个觉，然后还有陪他一下，然后帮他弄个东西吧，我就收一下东西，然后呢我就过去，还睡觉，真的太累了。你看这边讲到我讲话都有感觉。然后再帮他清那个他之前帮马友清身的东西，戳破，他不会蹦，可恶。不笑你会跑去睡觉，我倒不笑，我笑了。哎，好意思，没有，就是我躺在沙发上，然后呢，我的手就很自然的，因为我很习惯睡觉的时候抓东西。然后可能手刚好在他的帽子，他那天穿帽 T， 然后帽子就在那个沙发边缘，然后刚好是我手放的地方，然后可能就潜意识，然后就直接把他抓住，我觉得我就这样抓了，就睡着了。然后后来他要做事的时候，他就这样把我手这样搬开，然后我就抓住他的手，超好笑，名副其实的被泥巴困住了，婴儿吗？泥巴小狗狗，泥巴自己撕。
我都这样跑走了。嗯、然后后来不是有发一个嘛，然后是我说，我就这样站起来，然后我说抱抱，然后我这样趴下去，然后他就这样看手机，人家怎么很无奈的妈妈。欢迎烤肉活动。那我感觉到几个人知道。一脸无奈，他没有一脸无奈好吗？但是我真的蛮黏的，刚差点踩到空洞，然后才摔下去，超好笑。刚踩了一个边边，就是我这边是一个脚直角，应该是说这样。我刚踩到这个空洞，你要抱哎、欸，你这个已经在监狱里面的，不要乱边乱讲话，虽然真的出不来哦。谢谢你吧，小狗狗，还是一点不屑。是没有啦，他就这样，然后看的时候这样拍，然后就开始这样，然后又一直这样摸头发，然后又把它弄乱，然后又摸，又弄乱又摸，超好笑。然后我真的趴到手酸，因为我后面其实有撑着，就是他背后面有个空隙，然后手一只手在后面撑着，我怕我太重。然后他就说，我就已经手酸了。然后就有点要起来，但是我起不来。他说：“你是要不要起来了？”就我要起来了。你也是七七小狗狗，才不是狗狗嘞！你才狗狗嘞，汪汪！你才狗狗嘞，喵！喵！喵！我太重，就是放松啥？放松，放松啥？放松的时候人一定会很重啊。我会学狗、欸，还有猫咪，羊，还有什么、啊？猪也会，好难哦。好了，不玩了，我该念榜了。哦，人好，我干嘛要跟讲你的讲你的语言啊？真是怪了。小小，啊，刚刚忘记谢谢你，粉丝团，只听声音，青蛙，不，还没念吧？还没，我刚刚在玩，我刚刚还在跳舞，为什么一直跳舞？好了，再跳最后一次，然后就念吧，好吧，刚好运动一下，不吃太快，出入蛋挞太爽了吧！欢迎伊达。因为我没办法跪下。每次都说什么跳舞要欠别人钱，我那时候说的，不是你每次跳舞都没有表情，很像欠别人钱，就是我不在台上。谢谢益达，谢谢霞霞，谢
谢谢你吧，小狗狗。林尊重，我哪有林尊重？谢谢 Tomo。继续去，然后装可爱，继续去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班导是跳 hip hop 的女生，她很漂亮，然后她最讨厌跳那种 sexy 的，然后我就逼她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要学女舞。”然后她就，然后还是跳了。这首歌叫做 You Got It， VEDO 的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什么意思？跳舞很棒，谢谢。哎呀，比那个不能比好吗？我们老师哎。毛豪祖老师呢？你给他光上球吗？要跟他比性感，我先跪在地板。谢谢谢。好了，我要念榜榜榜榜。第十四名伊达，第十三名柠檬，第十二名泥巴小狗狗，第十一名。这个我真的不会念，我很抱歉啊，是一个日文的名字，然后是澳门什么的。第十名朱莉恩，第九名小星星，第八名 Tomo， 第七名艾文，第六名 Akira， 第五名仁豪，第四名奈奈，第三名露露，第二名若日一笑笑，哎，若日一笑还给我放小慧的来看我，哇，气死我了，给我前三，然后还有一个别人。气死我！第一名夏夏，谢谢前三名。对啊，你第五名，谢谢。我在播。他跑去那边了吗？大家帮我去看一下。他刚跟我讲说他有事。糟糕糕，糟了个糕糕。烧了个鸡蛋糕，哦哦，啊啥啥啥，什么啊啥啥啥，剪很久啦，它已经很久了，还是挺快的，平板比较慢。好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
哦。四、三。哦，我真的越来越胖了，完蛋。不在小慧那，好吧，没关系。什么赏月时间啊？好好讲话，人好。小心我把你摘了。啊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要选米嘞，拜拜，拜拜。おやすみください。